嘅情況。咁而我哋喺正門呢個位置咧，亦都唔係所有媒體都可以喺度噶。咁咧，據我哋了解咧，其實依家距離咧正門以外100米嗰個位置，都見到有一啲嘅傳媒咧，包括係立場新聞啦、眾新聞啊、端傳媒等等嘅一啲嘅媒體咧，亦都係唔俾入嚟採訪嘅。咁佢一到咧，其實香港電台咧亦都係被拒，咁直到佢啱啱10分鐘之前咧，先批准嚟到正門嘅位置。咁警方咧就同港台記者咧就曾經講過，就係話咧係因為警方即係會俾一啲知名度比較高，而且過往行動冇阻礙嘅媒體入嚟正門呢一個位置。我哋咧只能夠咧係容許咧一個小部分嘅數量嘅傳媒嘅機構咧去嗰度採訪嘅。我哋咧係會揀選一啲咧係本地啦，佢嗰個知名度係即係個規模比較大啲，而且咧喺過往嘅行動入邊，喺我哋警方行動裏邊咧，亦都冇對我哋造成阻礙，同埋或者我哋同事嘅安全咧構成威脅嘅。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我哋係俾咗某一部分嘅傳媒記者咧喺嗰個位置。